那嘛是咱家乡会顾问啊，伊做个火车，啊伊叫，哦，就总有一架火车来，啊，真个是等，啊，火车行路，火车行地路，电牌啊咧摆路，唔是无法度，哦，啊所以咱即摆邀请咱来当理事长为咱介绍咱这个区。好，校长啊，啊各位老师哈，欢迎来精彩哈。啊，因为咱精彩最近安尼系列这样吼，甲大家含社区班头安尼是在努力吼，敢若一直在把我们爆红起来吼，有迄感觉吼。啊，就讲因为我们明年开始吼，真的都会有青舞会的案子，我们把老师甲先讲讲，你呐主要讲要做整个套装形成吼，那我们会两天一夜比咱加酒。我只是想讲吼，还可以跟学校这边来分享讲。办理两天一夜还是一天？一直我自己肯定哦，咱增加农村保护，然后发生这联系，咱底下做伊啊。我咧做是讲，希望透过安尼事，咱卖以社区你看这个事啊，不要以环境为角度去去看。因为我是真正咧想讲，我咧替部分也是我只要这部分也好，老人照顾的部分也好，我是没有经费，我能够这些东西回收回来给我们去收，啊，我咧转化。啊，那这路行嘛足快咯，我唔会讲规个路咯，我咧去上课，有一些叫人做清洁，我无咧同意。我拢希望讲透过靠双手吼，做拢双人全部一增加，会希望是在地的社区，吼，希望一增加，会希望是社区内底，唔是伫讲都市啦。哎，我即个看起拢全速啊，倒来伊啊，起起，啊，规个故乡拢有，伊感觉吼，我一直想这个。阿哥主任柯老师来拍谁了哈，因为我本来是要派车去接各位的哈，啊联络，因为我们的校车的那个司机有没有联络没丢，所以你在招待高级中啊，我爸爸联络没丢了。你家啊在这边先跟各位抱歉一下，先对不起啊哈，拍谁啊，邓姐我请你讲边哎呦我讲边了啊。